feel the waves cut through me, hypnotized by the sounds I'm breathing in. Hold tight, hold tight, chemicals collide. Hold tight, hold tight.现在这台是88万，那我们就先去改一下咯。目前没有刷钱的方法耶，因为刷钱的实在是太多的问题了，而且最近官方抓得很严格啊，如果你有刷钱被他抓到的话，就会跟某一个朋友一样，完全不能玩。那这不是我所乐见的。不过线上的确还蛮多人分享刷钱的啦，可以参考那个谁啊，那个是 Mark 吗 ？Mark 刘是吗？忘记了，反正上网找一下应该很多。What brings you in today? 欧斯洛吹花辣手。哇，为什么要吹花辣手？而且为什么那么的长啊？它前面还蛮像那个变色龙的。来看一下护具好了。第一个37500，30000块。买车之后还要准备改装车的钱，好多钱啊！哦，保险杆，开放式的，这次就全部选最贵的了。14700，后保险杆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哦，真的吗？这台是法拉利吗？我对车没有研究，不过就买了吧。他用最好的话。将近5格的加速嘞，第一个才不到4格。那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？哦，它是后面这个空气滤清器，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造型，看起来都差不多啊。我觉得比较厉害的是这种一根一根的，那就随便选一个啦。这个是向后，一个侧弯，我选侧弯好了。气门罩是什么？哦，旁边那个罩，那叫罩子哦，气门罩。我喜欢金属色，可是如果金属色的话，就变全部都金属在里面了。那我加点颜色做配色好了，红色。也不算红色，就是主色调的颜色。那排气管的部分呢、啊？它有双排气管，没有，它原厂排气管长这样子，然后双钛金是长这样。赛车哦，双排气管，哇，这应该是比炫的吧？哈哈，竞速双排气管，这还蛮帅的，其实感觉还蛮乱的。其实我个人喜欢赛车双排气管，不过来一个不一样的吧。引擎罩有什么不同款式？感觉好怪哦。原厂是有弧度的，标准的没有。我用标准的好了。车灯。颜色我就给它红色好了。喷漆有什么？它只有主色调可以选哎。哦，全黑色，是哦。
Hello，好，大家好。我觉得我还是用原来的红色好了，目前还没有看到比较想要换的颜色。OK，那侧裙就有这么多，好多侧裙。侧裙倒转式 GT 侧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哦，下面还有哎，全碳纤的。那就全碳纤好了。哦耶，导流板甩尾型的，真的可以甩尾吗？碳纤改装尾翼，GT，哦，那个造型不太一样哦。加赛车级变速箱，还差一点点的，就可以变五格加速嘞。加上涡轮应该就可以了，耶，满等。轮胎款式，防弹轮胎，然后烧胎用红色。淡色的车窗，OK，先这样喽。挡到人了，啊，比较重。